哇，是这样的，我想招一个搭档，然后可能做一个组合，然后介绍一下你自己。我叫王冕。你有什么才能吗？我那个是这样的，我有一个才能，给你展示一下吧，这样。啊，我能反手摸到肚脐。啊，那说明您身材挺好。怎么？挺好，那就是。还有一个才能、就是、啊，还有，我能用舌头舔到鼻子，舌头舔到鼻子，真的，那我还真没见过。我能变魔术，变魔术，变魔术，看底干还是底干，变到手里了，他不见了。你好，请问怎么称呼你 ？Princess。中文是公主。龚小姐你好，我想问一下你有什么才艺吗？有什么特点什么之类的？就我特别美啊，看出来了。那你有什么缺点吗？因为咱们俩要搭档。我没有缺点。我那么美你还搭我下去？不懂欣赏。你好，我是找一个跟音乐相关的搭档，所以你的音乐素养要高一些。还可以，我音乐素养还可以，是唱歌什么都。唱歌没问题啊，唱歌我还会加一些小花活。是，那你可以稍微表演一下。太丧了吗？咋了？差不多了，稍微高级一点的那种。我会咱们的京剧。哎，京剧可以。听我给你开个嗓。下一位吧，好不好？下一位。老板，你再给我个机会，我还有绝活。绝活，对，我还会阿卡贝拉。阿卡贝拉。Listen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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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这样的，我想搞一个音乐组合，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会一个的问题问你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沟通一下。我先问一下，你会反手摸肚脐吗？不会。变魔术呢？不会。京剧？不会。阿卡贝拉？不会。还好。最后一个问题很重要，你有电风扇吗？你要的话，我可以。哎，不用，不用，不用。救你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冕。大家好，我是 CY， 我们是东东组合。因为我来自东北，我来自广东。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歌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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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二三班的一个早上，班里转来了一个姑娘。哇，她好好看哦，眼睛好大，比我还大。一直都盯着你的方向，盯到我心里小鹿乱撞。你站在你妈的身边不敢说话，而你妈是我的丈母娘。是我的丈母娘，不是，是我的。我起码还会弹吉他，你会啥？我打听过了，他一定会喜欢我的。为什么呀？我听说他喜欢小动物，所以呢？正好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。
那我也喜欢小动物，有吗？我经常用它们煲养生汤。为了吸引你的注意力，我真的做了很多事。我也是。可是你看不到我，你也看不到我。我把 QQ 昵称改成你的名字，签名也改成你最爱的歌词。我把 QQ 秀设计成你的样子，于是你注意到了我，还举报我是冒充你的骗子。所以你看不到我，你看不到我。那天放学，你路过操场，我想大力射门吸引你的目光，就算门将也无法阻挡，球砸到你脑震荡。当当当，希望你看不到我，你看不到我。听说你喜欢上一个男生，我还照着他的样子把头烫，可是你心里却只有他。谁啊？郭德纲的搭档。所以你看不到我，你看不到我。那天放学，你又路过操场，我想百米冲刺吸引你的目光，我没有失误，你也没有受伤，只是我跑得太快了，快到你看不到我，你看不到我。站在毕业典礼的礼堂，明天过后就要天各一方，我决定今天一定要向你表白，可你的位置却空荡荡。哎，小芳呢？你不知道吗？他进医院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他复发脑震荡。你看不到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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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到我。十年后的同学聚会，你还那么漂亮，你已经成为了新娘，可我们都不是新郎。酒喝多了，你靠过来悄悄地对我讲，你说其实那些年你做的所有事情我都知道，你偷偷放在我抽屉的千纸鹤我还留着，每天上课你会悄悄在我桌上放一杯奶茶，我还记得你当时有个外号叫水手，对吧？有时候我经常在想，如果当时你能主动一点过来跟我表白的话，算了，都过去了。小凡，等一下，有句话我一定要对你讲。那都不是我，你说的也不是我，你根本看不到我，你看不到我，不到我。谢谢。觉得我们马上上台了，然后我们开个嗓吧，好不好？开个嗓。啊，我先开头吧。无法脱伤心的眼泪。我不会唱粤语，我不会唱粤语。难以忘记。初次，不是初次。陪你。哎呦，这调不太对，调不太对。太没有默契，我俩这个默契好难抓。十九岁的周震南。年纪轻轻就已经人生圆满 ，C 位出道在男团，不当偶像也有一堆家产，他好像还是很不满，甚至想改名叫真顺，说他人生真难。你有点强人所难，你真是勉为其难，你咋不左右为难，左为炒蛋，红烧牛腩，真心疼周震南，咋活得这么难？跟你一比，我人生是真简单。十九岁当主咖实在是太难。我快三十只需要唱彩蛋，我真的很感谢老天让我活得这么简单。东川增高店我就没人管，你有1000万的粉丝盯着
难。一堆广告代言，你一定档期很满，连轴转的拍摄一定让你痛苦不堪。还好我没代言，只有一句植入：海天黄豆酱怎么吃啊？它都好吃。说完就行，我们可真简单。男男的粉丝都说真难真难，难上加难，进退两难，上北下南。那就衷心祝愿你以后的人生能够平平凡凡、普普通通、一般般，比我们还简单。没人能理解我有多累，每次离开赛场都很疲惫，身上的重担让我很崩溃，因为脖子上挂了一堆金牌可真累。我不是没给对手机会，尽量多上综艺，我少练几回，可还是挂着金牌十四枚。我本来心脏就不好，还得保护颈椎。沃顿说他能够和我媲美，我配。有人问我，孙杨你为什么总是爱流泪，因为我想给对手放放水。我知道成绩不能永远都完美，毕竟转眼我已28岁，再强的人也不能和时间作对。我会游到最后一刻不后退，总有人质疑我在赛场上犯规。对，因为我不是在游，我是在飞。好，大会。喂，正哥，你先念一念，太好了，导的也好。哎，下部戏还缺演员吗？我有档期啊。喂，陈哥，喂。一定很多人讨好你，为了上你的戏拍你马屁。但是徐峥，我要告诉你，你的导演能力真的不太行。你找黄渤、陈腾去拍戏，票房哪个几十亿不是天经地义？有本事你找我俩拍部戏，票房还能好，观众才佩服你。来吧，加个微信，快让我扫你，别说没信号，你不在无人区。我不是药神，但我有生发秘籍，是不是心花怒放到不行？真的没关系，我也不挑戏，演块疯狂的石头也可以，或者演囧系列，算了，不可以，那个评分确实越来越低。到底是你扫我还是我扫你？你别逼我买辆车现在去找你。就你还买车，你那有什么吗？你去瓜子买二手车，价格比较低。别墨迹，你扫我还是我扫你？王晶要是找我，你就来不及。我想去拍电影，我悄悄告诉你，我觉得我们老板不懂喜剧。当年想像你一样的弯腰滚，天天跟我妈吵架。我同学都想去清华和北大，我天天吵着去拉萨。想学你带着灰姑娘去私奔，甚至留起了长发。我攒钱卖了这一把吉他，已经准备好要跟你出发。郑钧，郑钧你在哪？结果你说兄弟，我要回家练瑜伽。郑钧，你的摇滚精神啊，难道是天天熬夜熬得没精神了？
加垫，哎，你就倒下。你以前明明很酷不说话，现在巴巴的上综艺，我说怎么上了个巴巴回来啦，证据你的摇滚精神啊，是什么让你抛弃了你的长头发，难道是头屑太多实在没办法，是巨蟹大魔王不行吗，做奶爸做动画你到底想干嘛，记住你是玩摇滚的郑钧，你得支棱起来呀，太好了，中单大爷上单 ADC YMIGING，女生搞不懂没关系，反正这些全都比你有趣，约了男朋友去看戏，到了剧场发现只有你自己，你打电话问他你在哪里啊，他说嘘，我在地方的野区，你准备睡觉已经上床去，但是他却还在看 PDD， 你为见到了九十斤，他看两百斤的胖子也不看你，你不知道谁是 PDD， 为什么男生都被他吸引，你在男朋友面前穿着比基尼，他说起开你个蛇皮，老子要看 PDD， PDD 最近有什么好的呀，你们男生为什么都喜欢 PDD 啊，他一直都在突破自己，抽烟都要犯着戏，他无私奉献热心公益，送走很多 MVP， 一个鱿鱼鸭脖香蕉牛奶西瓜皮，你看他多文明，生气也只是报菜名，他热爱游戏练习可以洗洗外都疯狂发育，他上单地就算退也是我们心里永远的传奇，男生都爱 PDD， 女朋友算什么，算什么东西，把口红涂了又擦，播到喉咙沙哑，也从来没放过假，请你休息一下，不要再直播了，我真的好心疼我的钱啊，这是最好的色号，这是最爱的色号，我一点进你的直播间就再也跑不掉，使劲给你送钞票，余额咔咔往下掉，我是不想活了，要不然你给我卖点安眠药，怪自己不争气，自从看了李佳琦，出门再没打过的，下班还得捡垃圾，如果你也因为看他直播再也买不起，那就跟上我的动作整齐划一，来左边掏出看直播的手机，在你右边砸向地走起，在你右边捡起的烂手机，再跟上一脚回旋踢，别停，有人问你以后还看直播吗，左边右边摇摇头，不要再去掏空自己的裤兜，送他金盆洗洗手， Oh my god， 这个金盆好好用哦，买它，新品上架你就说买它买它，工资还没有发你就想让我刷卡，请你休息一下，不要再直播了，我真的好心疼，全场一起来让听到我们的呼声，我的钱啊，周先生外面下雨了，要不要我去接你回家，好，周先生你是专业的，你说我的演技怎么样呀，差，周先生别再冷战了，你给我个台阶，给，那我下了，我念错名字网友把我骂，你要不要帮我说句话，
哇，这就是爱情吧，就是爱情吧，一个胡乱说话，一个一言不发，就是爱情吧，就是爱情吧。周先生，你同意吗？对。你看他理我啦，谁说我卑微呀？李诞纯粹就是嫉妒我们俩。周先生，你说呢？周先生，你说呢？你看他说的多好呀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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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男子主义我也没关系，总给我招黑，真的很 sorry。 这就是爱情吧，我们不懂呀，真是让李国庆嫉妒到摔杯子。这就是爱情吧，我们不懂呀，只要你们俩能开心就好吧。我是宇宙最强甄子丹，1963年注定不平凡，我天生下凡，我是甄子丹，除了我没人能做 number one。 我是宇宙最强甄子丹，听说有人说我演技烂，武打明星排第三，你看看成龙李连杰，他演得多自然，不是我表情太死板，是对手表情太饱满，我就把他的戏份我改了又改，我删了又删，我是不会有错的，因为我是宇宙最强甄子丹。子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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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是宇宙最强甄子丹，所有人都给我靠边站，甄子丹拍戏能够接子弹，我甄子丹接的都是甄子丹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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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我把武警泰森打一遍，已经找不到陪练，叶问系列的最终篇，我要干复联，因为我是宇宙最强甄子丹，我要打十个。所有的调侃我都能看淡，只要我的作品不留下遗憾，因为我是甄子丹。我本来以为自己已经收工了，我也是，甚至买好了回老家的动车。节目组说慢着，你还有一个活儿，节目收尾再写一首歌。连续创作3个月，我收工了，熬夜写稿熬得我都快吐了。艺术加工嘛，夸张一下，夸张一下。写完又被淘汰，我真的累了，生活里的素材全都掏空了。我觉得咱们俩得为下一期节目开始做准备了。对对，我要丰富一下我们的生活，积累一下素材才能写段子，对吧？你有什么计划呢？所以我决定明天去小辉的车间上班，但忽然去医院只只小船，跟着庞博逛逛动物园，去上卡姆台的表演班。大家都学会了吗？下面锤啊，锤就没锤，对锤，对，哎对。我还要学习播扬，见到人就大喊，我是真的真的很不错，和斯文回家陪程璐吃软饭，问问见过怎么讨好老板，才能每期都讲谐音梗还不丢饭碗。大家可能注意到了，有几个很重要的名字我们刚刚都没有提到，但其实每一期呢他们都陪在我们身边支持我们，所以在这里要跟他们说一声谢谢。谢谢谢谢谢谢老村长酒重新定义了年轻，湖水的罂粟透明质酸小白瓶，
刷牙就用高露洁360，蓝和绵羊奶粉好贴心，宝宝去火小葵花露再来一瓶，东风风神一炫汽车智能有型，什么下一季再继续合作行不行？行，最后还有些话想说给大家听。我知道生活和你总在互相拉扯，就放肆笑吧，冲淡了苦涩，那些烦恼你以为过不去的其实都能一笑而过。谢谢你的笑声从不吝啬，听我诉说着喜怒哀乐，冠军应该是 CY 和我，可惜画面定格在此刻，下一期再见了，下期再见，下期再见。